会隐身的怪物，伙伴们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难道你们不好奇吗？他们竟然会隐身。兄弟们，我发现了一个关于沙虫最奇怪的秘密。伙伴们，当沙虫出现的时候，我发现沙虫旁边有很多，就是这种小黑块，伙伴们，你们见过没有？你们看，在沙虫的右边有一块黑影。沙虫也太喜欢吃人了吧，伙伴们，在创造模式一定也要小心，在创造模式下它一样可以吃了你。伙伴们，你们看这里有一个，对吧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当我打了一下，我发现好像是怪物，你们看到了吧？竟然掉血了，可是我们什么也看不到。Oh my god！ 你们发现没有？上面提示了一个血量条，它有150点血，对吧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用雷电法杖发射了一下，伙伴们，它还有70点血量。我们再来试一下吧。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迷你世界出的隐形怪物吗？什么也看不到，伙伴们，当我们把它打死，看一下会掉落什么东西吧。还有最后一下，伙伴们，你没看，就是这个东西，毒囊，会是蝎子吗？我们打死蝎子来试一下。蝎子没有爆毒囊呀，伙伴们，你没看。哦，伙伴们，原来这个隐身的怪物就是蝎子，你没看，我又打死了一只。当我捡起来一看，原来这些隐身的怪物就是这些蝎子，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吧？你们看到了吗？